总调诗篇九十六篇头一节跟第四节，你个人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伊在万星之上当受敬畏。现在将时间交去基颂底下，带领两个人敬拜赞美主。宣讚詩歌，讚美為天后。讚美我天父，差遣愛子下降，道是為罪人受死在天井作王。哈利路亞，榮耀歸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求复兴众人。赞美我天父，他是圣灵之光，将救主显明给我，将黑暗扫荡。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求复兴众人。荣耀与颂赞都归被杀羔羊，舍身为赎我罪，全世界皆明亮。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求复兴众人，求复兴众人，使爱充溢我心，使灵火充满我灵，使灵性更新。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求复兴众人。亲爱天后，感谢你带领那个人经过所来往时间，可那个人拖着所来往军岗经历。享受主的恩典和供应，可那个人做几十段的时间的积累，我们要更深的体会你无时无刻的存在跟看顾。当那个人几落位经过几十段的时间以后，可那个人我们要成为美好的见证，因为那个人实在。经历了你的保守跟恩典，今天那个人做敬拜之列，我纪念圣经公会主你，因为你所下你话语，可那个人有圣经，可那个人爱听那个人，我应该听，我应该明白，那可那个人我应该好心跟忠心。当那个人看见圣经里的记载，有怎么样的程度，一个人的生活跟见证，过后一个人多进来地方，留下福音的证据，以及竟然在世界各地，那就看见到你教会多些地方，可以向为光。向为烟，为女命，做见证你已有的。
那些火顶的猕猴，那可能这时候要围着林木须的祷告，给你帮助伊，将伊对你所领受的信息，你教导那个人，帮助那个人，那个人这时候该学会将你教会一切圣功恭敬交托，叫你随下。佢那跟佢利用动心靠妄想与依托好，那可能尽管动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向你姐妹，大家平安。今日正道的经文是读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五节。外就孙啊，所随所看外的王，正常随意出名的军头，立下了攻击，而兵人多受命工作，那里工人多善利。军人都说明工作，因为会已经立好的攻击就在耶稣基督。对老罪因为莫恶人有另外立被老的攻击，若恶人用金银宝石草木错觉的哥哥对这攻击所用工作，个人的工厂必然显露，因为向你是包装于表面处理，我会发现，这会保持人个人的工厂尊严。人对遐攻击上所建造的工厂，越装得久，伊就也得损失；人的工厂越修可了，伊就也受损失。家却要得救，全得救，乃是从尊会的列经过的所用。最是圣经的话语，随其顺啊的居民。感谢顺啊！今日我们真欢迎地主本堂林爱玲牧师正道，伊正道的题目是“聪明的拳头”，聪明的拳头。现在请李牧师进道。弟兄姐妹平安，今日由李牧师跟全弟兄姐妹来分享圣灵的话语。伊所分享的主题是“出名的拳头”，经文记载着《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我本着李牧师将伊个分享用福州话来提出。林牧师就一个跟全体向姐妹分享讲，就那款一千年，因为伦敦不烧了，大火发生火灾，没有弟兄姐妹鼓励会到中原的新闻吗？这烧了的土案发生火灾的时间，烧火的人用了三日的电力，将这大火浇灭了，但是极端有八个家人。就当作是我火灾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设备冰箱最先起火，之后接收到的图案，才发现少年的图案，伊因为伊个外墙所用的材料是未符合安装测试，所以火灾的真客就是真老的图案，都收起来了。伦敦政府，伦敦政府之后，伊发现讲，就从烈屋的社区当中，有热的造错，同没符合安装的
七夕，当接受金额大厝发生火灾的时间，面对的问题看出来了，一时经不起考验，一倒的一塌糊涂。甲本来是每下两个蝙蝠的港口，应该是安装的，当两万路楼修建。飞到错地里的休息时间，我们会想到，因为这强大的问题，在许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错。今早的强大物，是一些人就抵挡的错。如果这代表着两个人的生命的今天，代表的是两个人一生。所要想出理的，所要给今天人生最后的评价。那么当小雅攻击灭有多大的人生，是个另外的可比。你们说过心境提高，能就来两个人去面对，跟耶稣基督面对面，两个人所在都要探究。耶稣基督的名声，你希望得到怎样的评价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提到，这就好像小人聪明的拳头，就上来可以的恩典，以耶稣基督为工具，之后就以给你降落。所以列母书就这里跟大家用三方面来分享。上来的关于他的后面一讲到，认定耶稣基督是公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我就上来所求我的恶，好像小人聪明的拳头，立好了公义，有别人就上面降潮，只是工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降落。因为那已经立好的功绩，就是耶稣基督之外，没无别人会立电脑功绩。保罗是上人所设立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一举中蒙召之下，就努力的传福音，电脑教会，一些初期教会重要的领袖，一传福音，莫传电脑，一直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如何为两个人受死，不遵洗礼复活，救人之理。如果两个人将人的生命看作是小了强大物，虽然人信了耶稣，两个人就了强大物的敌意，就是耶稣。如果强大物是耶稣，这就强大物。就会真稳，两个人会修，修到强队伍，一拍地基是真重要的。如果地基一拍的稳，就修到的错，伊就可以猛叫猛进。如果地基没稳，风吹草动，外高大叶，真容易就倒塌了。连木是今日比尔讲。这就好像小老的桥，大桥，当一个根真浅的往地底里生长的时间，只需风吹雨淋，伊也可以站立得住。整个教会也是一处，两个人有耶稣基督作为工具，肯定会有耶稣给两个人设备好的对象。让两个人纪律着上面建造相中，教会是神耶稣的人聚集着绝对，是敬拜上帝的群体。教会的工具就是耶稣基督。林牧师分享讲，着早期的教会，神耶稣的人分为两类，上类是外邦人，下类是犹太基督徒。每班人就温作无固有背景之下，一信了耶稣，一个人通常无
绿化嘅保护，一下信主，所以一个人修嘅要紧紧嘅依靠耶稣内家嘅行为。另外，就进入在有古约背景嘅犹太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同样一个人也信耶稣，但是有些呢会比较讲有律法作孽，因有色彩，一个人什么修炼。一个人就因为信仰耶稣基督，一个人就是恶老变老的攻击。如果两个人呢，那有真实的信耶稣基督，两个攻击就会立的真稳。如果两个人的攻击是信仰律法作孽，是信仰其他的道理。其他的新鲜的时间，你看到耶稣的亲眼，中文的人就要修炼，这中文的攻击到最后是个会塌落。所以连牧师就一个鼓励弟兄姐妹思考几样的大事，两个人是真实信耶稣，跟后是做什么呢？能真实信了耶稣基督，一个人做恶劳攻击，因为教外面的攻击就是基督。两个人为啥呢？因为不懂经文语，离到教外，有一人到教外可能真安适当的时间，但是两个人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两个人的救主，成为两个人面的攻击。另外，有些人离到教外，一个人也信主，但是两个人就受力，一个人面对，一个人偏离了福音的正道。两个人是因为神亲眼内看到因好的路，立下生命正确的根基，内看到这个时候有另外这造了另外的大业，乃是看到耶稣基督的真啦，第二笔两个人就注意的是，保罗讲到这世俗也出名的跟头，跟头是做些哪呢？是做跟天的规划，是跟进跟天的进度。如果有些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会保证跟天顺利的进行。所以保罗讲，一些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一内一力攻击，一些都能成耶稣的时间，攻击就恶了。两个人对了最下者，莫将信心建立在耶稣身上，两个人会有双双彼此的留意。到信主不会安的时间，或者这里认识做的朋友，两个人必须照顾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心性立基础。林牧师分享过，就教外两个人一些人离教外的动机、原因，可能每些人都没需要，但是两个人就慢慢引导一个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同样，如果两个人只要这里教外的时间，两个人也是想好好的追求信仰。如果是安尼，你到教外，伊也参加聚会，或者参加其他的活动，但是一个人的生命，莫讲耶稣连着受到，总话一个攻击是没用的。到两个人待两日教外，伊只用一个人，两个比较熟悉。如果有需要，两个因为其他的原因到其他的教外，或者到其他的地方时间，其他国家跟后的时间，伊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伊遇到问题，伊会向圣灵的基督，还是伊跟你联系？这些普遍两个人都需要留意的。两个人都当作呀聪明的跟头参与。能生命的建造，留意能信用的善终，好叫伊
会到接受比真稳的攻击上追求训练的现场。也不是就一个分享到第二点，讲到两个人就受就送上好的材料来建造。保罗讲，两个人跟了就好像建造半学院，你攻击之后就得到给你的建造，攻击你好了，两个人内妙意那些攻击肯定就绝对。两个人要建造是哪样的建筑物？建是哪样的建筑物？需要什么？需要建筑的材料。所以，一讲到就之前所分享的这伦敦这小笔的建筑物，因为一个人用的钢筋不够好，一个人设计错误，所以造成伊没有一个人建筑的每材材料没安装，所以伊最后倒塌。那个人用什么建筑的材料，就会影响到这小座建筑物的稳定的情况。曾经看过一些美错的广告，连木水果也有看一些美错的广告。一个人表示，两个人建错的时间，这广告的人讲到，一个人建了房屋真温馨，甚至一个人将伊当作家族的错误，用怎样的态度？真受令的，就给你调查。伊个就得讲，两个人可以分心的骂一个人的本恶。第二只卖，当两个人就骂错的时间，那个人可能会考虑真个，接错的地点、家人、交通情况怎样。如果这些都真好的时间，当你去看错，你如果能发现，这前面有你件劣个，或者有些个结构个问题个时间，你敢骂吗？你敢做怎样个错吗？如果接受了错，是没安装个，好像就不多个。我想，所以第二，我两个可能也没敢做。所以，你莫说讲，所以更多个材料会影响到更多个稳固个安全性。所以两个人就修订上这电脑的材料来电脑，不如就一个一提醒两个人讲，两个人生命的内容是啥呢？两个是用草木火器来建造，还是用金银财宝来建造？金银财宝虽然小小，体积没大，但是一个人有真大个。就比个家的草木火器可能是真大个，速度就很累，但是一个人数量真大，看起的真少，但是素质是蛮好个，家的也是真少个。草木火器会做些哪呢？可以念你做错吗？不可以，也可以念你改本恶吗？也不可以。如果没勉强将一个人打小笔操作还可以，去小笔操的错是跟他动物做的，他动物做的可能风吹雨淋，这小笔操作就真的就出问题。如果加小笔材料来检查的话，可能加小笔木雕的材料来检查时的话，这小笔错会更好小笔。另外，两个人可以透过更好的建筑材料嘛，就是能够建造比较坚固的本物。保罗提到讲，用金银财宝来建造，牧师讲，真的尽量不用金银财宝来建造，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一时个代。草木火器跟金银财宝这两样大嘢，做是比对比，表示两个人生命的建造，或者两个人的付出，你只看外表好啊，是经不起考验的。草木
火气，用火烧烧，先啊都没倒落，倒落的只是火。多一个林木树，用小笔给列举讲到，再若再若一年中的时间，一九共一九历届伊的暑假，在可以允许伊大时代的建筑离开这小笔世界，到伊离到天堂门口的时间，天水末伊变现了整天堂。一向天水显示比一个建筑，天水却向伊显示是天堂的满地里，出力个望境个碧玉城，地里目阔照见个中华个小笔个情况。一向在若所显示个，在若感而到真明明白，你们先分享个，底下讲外么？侬个竟然追求个是今生个福气，还是人生个最好？侬个可能按哪些材料，伫教你教我讲其他人个生命，就来仔细推一下，就少年民生彰显出来。哥林多个信徒，伊个人在教我个家底出现了严重个问题，伊个人个攻击。你耶稣基督，如果侬个人将这个攻击叫落在耶稣基督的攻击上，伊是弯弯曲曲、弯左曲左，就伊之上，怎么可以用草木火铁来检查？因为这些公布没快的，是那大爷就少来的眼短，是有家底呢？是那大爷，不得个是比短暂的，或者侬啊可能就星座的初期是二季年不少的检查，但是时间熬脑，可能侬啊可能慢慢就熬脑草木火铁的检查，有少少时过讲，就你最好的想去做，接着来提高想去做的是想你的。青春的力量，无论侬阿个人是年轻人，或者侬阿个人不再是年轻，就是侬阿个人莫做侬阿个人最好的想去做。你莫随着一个方向，随便列举讲，1888年夏天的时间，大德是莫随伊访问美国的时间，伊莫让得到讲到。一出呼吁年轻人相信，就是在欢送会的里，不少也呼气，一列信顺便一个军人员讲，我无信哦，可以向去做耶稣，伊要求我将最好的想象，因此我就叫我个军人员向去上来了。弟兄姐妹，你可能一按信了再来，你检查。教我跟生命呢？第三点，我需分享的第三点是等候耶稣的心怀跟赞赏跟赞赏。13节到15节讲到，人的耕田必有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不会发现，只会要纪念。工人的耕田怎样？人就那工具上所检查的耕田，要种得着，一做的有变化，得着上水。人的耕田如果缺少，伊就要少亏损，只却要得着，虽然得着，乃像种花的里经过需要，底下讲完。上来陪两个人时间来检查耕田，但是两个人未休，是拿时间定制。上来讲定就定，当两个人坐了地上的老虎，两个人立到弯弯曲曲、弯左曲左，立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间，当两个人
过着伊大宝座后，听伊个审判之时，伊会纪念两阿个人生命个光天。看看被毁纪念之后，哪些是会被毁修理，哪些会像金银宝锈那样珍贵，做流落两阿个人生命个光天，是无变化严重个。一定会揭露出来。林牧师今日跟全体兄将来分享过，侬阿公的一生可以有真难的评价，或者是跟路共享。可是当侬阿公的见到耶稣基督的时间，只是侬阿公的生命的光天是无变化严重的，一定会揭露出来。因为做耶稣基督伊唔会单单看两阿个人行为上个，伊阁看两阿个人心内个心绪意念，两阿个动机，两阿个背景。伊心内伊是有隐含家底个，只是才会上手。你们是分享讲，这是今年个特别个考验。如果做耶稣讲，你做个真好，你可以得到奖赏，两阿个人就有变化。带着重视重伤，但是经过考验，先老土木老，这是真可比的。可以想象吗？当人努力了一世，想要达到重伤，却先老土木变化老了，这是隐含的特别的遗憾。你会带着安慰，就是如果侬阿可能信耶稣，就一定会得救。可是圣经幸运就尽的进化，好像人的光天受毁了，一家受到亏损，家却得救，只是要像中毁的烈经过血肉，就好像经历了血中的真大的浩劫，以后生中路那段生命先老出摸到路，我来被血来去做的。但是印度耶稣基督的拯救，上帝的怜悯，侬阿不懂上帝名，这是真念我的得救。也不是今日分享讲，就好像三老受短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真熟悉三老受短的故事。也不是分享讲，侬阿可能有讲这三老受短的故事。这是比个比喻，天地嘛，三老受短，是三乡野，为了个抵抗灰狼大灰狼，一个人有不断的遭遇。大哥，伊用稻草嚟盖草屋；第二个，伊用木雕嚟建造木嘅厝。最难的是比个第三点，伊就用做。理解一种的错，最后在第三点，一用的尊荣保障了一生享乐的性命，终于大灰狼弄垮了。最后大灰狼跟你的主题，所以列姆叔可这里接着分享过，总结童话故事当中，你可能没得到什么提醒。侬阿用心哦，你观察侬阿个人生命的光天，侬阿个人生命的光天是草木活起，还是金云在布？当侬阿个人理解耶稣基督的名声的时间，侬阿个一道路，你话叫做帮助侬阿个人相为谁呀？聪明的光头，观察隐含不救的生命光天。最后，我是用一个所提出问题来帮助两阿个人，你思考一所分享的信息。后头被问题是：你会求你家建造建造家的光天，你如何做是比聪明的光天光头？第二点，你思考上来建造教会，你所使用的材料是什么？
耕耘栽培，去食食草木火气。我想呢，最后一只个蛙鱼，在底下只卖，从一个蛙鱼当中带着帮助，让两个人处理思考，两个人生命的更甜。感谢主。谢谢林牧师为两个国人带来新进的话语。现在两个国人以运动攻击接受受试过来回应训练的话语，之后两个国人会进行分享，竟然是新进关怀的作业。弟兄姐妹如果可以操作网站上的分享，两个国人可以借着分享来接替新进关怀的需求。现在将时间教会寄送弟兄，以带领两个人一同来回应上帝的爱。请大家从回应诗歌五当攻击。主耶稣的门徒有问当攻击，记真神的言语在圣书所记，你既然到主前要躲避罪过，所盼望的福其实在是稳妥，去听主经说到你不要惧怕，我永护庇你，在我翅膀荫下，总之你有力量能站立得住，我全能的把臂章将你保护，虽遇见阻碍，让如今你随走那翻腾的波，让不能把你从我常常保佑，你叫苦变成甘，总叫你成神，解而用的平安，放依靠主耶稣完灵魂的救，主终不肯染他落从你的手，虽四面有邪，莫用计谋来攻，主永永不离，他到世事无穷。姐妹平安，现在是家属报告时间，让两个人一同的关心婚姻中错地列的事。真心欢迎每下弟兄姐妹跟两个人一同的参加福州院的网络崇拜，我们天后的恩惠相跟两个人同在。从清华红开始崇拜的时间，网络崇拜的时间也丢进教跟实体崇拜时间适用，才会开始受教。所以也就是
要到设定先有，你才有办法观看福州人的网络崇拜。但是我说的信息会到七点先有行出，中原的消防的调整是为了帮助两个人回到实体的崇拜。两个会记得为着疫情在祷告，让新加坡的疫情更好的困难，两个人会尽快的回到礼拜堂，一同的敬拜主。当我的家庭虚构会到清我死哦，播映小片的电影，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这 QR 码去做查报名，就可以观看影片。既然是心境关怀的作业，弟兄姐妹可以按这 YouTube 的链接去看心境关怀为两个人所预备的短片，也可以以分享来接替心境关怀的虚构。就一个鼓励弟兄姐妹订阅福林堂 YouTube 的频道，中华人每顺利。福林堂现在有预约拜一到拜五有每日困眠的视频，跟礼拜日的视频。如果你有订阅福林堂 YouTube 频道，你每顺利你就可以收到更新的视频，就网络上跟两个人来同步来敬拜。今日的报告就到这，鼓励弟兄姐妹去看网络上和下载网络上的电视栏，可以得到有更详细的信息，让两个人可以得到更多的事，今日为福林堂的虚构向上记录。现在将时间交给父母书为两个人做最后的记录。请为朕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今天随下你这话语的教导帮助那个人，这时候那个人要祈求你，要随他那个人可能要理论做身外中间我们要终究你话语的生活，我们要做那个人信说，我们要向为主你这美好的见证。这时候那个人预备散会，叫你家你谢恩你祝福那个人。这时候当我们做耶稣基督恩血天父所爱主爱心里感动跟沟通跟向你将会同在，又经这个应我阿们。